大把对面这么多肉，我肯定完了。无所谓，我也是肉，我也可以出肉，对不对？我说了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让元哥在前中期能够顺利度过自己的弱势期。就前中期我有作用，后期我能站出来飞，直接 A， 哎，直接 A， 算好斩杀线，2000嘛，2000应该就是十字场的斩杀线啊，斩，没斩到中心，没关系，哎，没斩到中心，我失误了，这个十字场一定要把握好，我失误了，这波有点小失误，没关系啊，我两级了，下车不抢线，他才一级，他抢不过我，好。哎，一直一技能消耗我没用啊，直接走，黄刀预购，把穿甲能拉进草里吗？拉不进来，那就直接打，打得很快，哇，元哥打穿甲比大环境快多了，直接打了，蓝色方就这么打，这个版本对线打不死人的，我跟你说，那重点是什么？就是发育自身是吗？就是我对线杀不了你，你对线也杀不了我，但是我对线可以一直拿经济，然后稳给他撑着，哎，如果赢的话，能不能委屈一下，对吧？小刷个野，哎，你清醒我清醒，清着清着，对不对？我经济会比你高很多，1700-2100，当你经济足够高的时候，怎么样都有伤害。你看，我不觉得我上野多低，是吧？你只能在这里，别急，退一下，三 A 换位加斩，没有破军，你看也是出肉装，我们打他上野不会低的，看到没有？来看经济，8000。对面下队只有5000，零杠五，这个人还是个零杠五，你懂吗？我就是因为带了黄刀才有经济，我打到伤害很高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打脆皮伤害会低吗？不会的，我们打脆皮的伤害永远不变，打脆皮还是秒。